BBQ 时间，BBQ 时间，吃饱饱，明天上山，2:30起床。过来这边。安排 BBQ。最重要是看到我的食物啊，我的 BBQ 啊。啊，看一下这边啊，我 video 还在这里。OK。要翻一下，不要少烤，少烤焦啊。哎，你看有没有这样？我们的 BBQ 是出名的，每个人吃了都讲一流哎。没有翻了，我刚刚给你翻了。放一下先，那你这个已经变印度人了。对，低调吃一点，吃多就好了。哎呦，哎，你这些不要看嘞，这边这个。真的欢迎，哇，火很大。哎，怎么过来要印度变成印度鸡了？印度鸡。这还没有放到第二只羊出来。给我放了，刚刚。系同呢個 Little Window 啊，呢個 organizer 啊，老細係 Mr. Lai 啊，睇到冇？影埋呢度啊，影埋呢度，影埋呢度，睇到冇？幾豐富啊！我哋呢個 BBQ 又有魚，又有蝦，又有雞翼，有菜，又有牛肉，又有西瓜，又有豬肉，唉！第一次 camping 係咪食得咁好食嘅 BBQ 啊？多謝你啊 ，Mr. Lai， 繼續嚟，繼續努力啊，繼續嚟啊！你兒子嚇，很乖哦。吃早餐时间。哎，吃蛋糕了。啊？你不吃蛋糕了？好吃，我不吃。好吃。为什么？出发，出发。3:20，11个人啊！今天我们11个人上公婆山，现在出发出发，吃饱早餐就出发。昨天晚上睡觉没下雨，就看看今天的云海如何。
下到要到了，要到了，哎，十点多，十点多，十点半，十点三十五，十点三十五，等最后一个人下，等最后一个人下。今天我又当 Sky， 又当 Sweeper， 又当 Sky， 又当 Sweeper。